哦，是很热哈。那我已经穿着最凉的一件了。没有，把它弄起来，其实还是比较热。因为下一站要去哪里？你后面有人？想到白米缸吗？没有，知道，在这个轮胎上面，在这上面。要用相机的，对，用手机才可以看这个。根本就不用这样拍，因为后面风景都被挡到了，对、啊、都被头挡到了。嗯，你有觉得吗？所以这就是头而已啦、啊。你要不要跟那个阿嬷还有奶奶自拍？我帮你跟阿嬷自拍比较好玩啊。